好，接下来下一题，请问胃食道逆流有可能会造成喉咙沙哑，对不对？请举牌。哎呦，刚刚两位医师都有说的，对，刚刚说喉咙痛啊，那痛咳就会沙哑嘛，对不对？陈医师，其实不是，其实胃酸直接像你躺着的时候，胃酸慢慢偷偷跑到你的喉咙那边，对，那如果它刚好卡在你的声带那边，腐蚀了，就一定会沙哑。沙哑，对，所以沙哑是会好的吗？啊，会好，胃食会好。但是胃食道逆流，它在提醒一个事情，就很特别。我们食道跟胃哈，它的设计就是用来抵抗胃酸的，它比较不怕。但是声带、喉头这边是。对胃酸抵抗力非常的小，所以一点点胃酸它就受不了，它是灼伤，它就容易灼伤。甚至我们有些病人啊，本来没有胃酸逆流，就做胃镜，反而吐胃酸出来之后，他的喉咙就沙哑了一个礼拜。哇，其实很敏感的，是会好的，是会好。那如果说啊，胃食道逆流啊，喉咙可能不舒服，有些人会吃喉糖，那喉糖是可以吃的吗？哦，喉糖是可以吃的，只要不要薄荷的啦。不喝。喉糖不是都薄荷的？我也有不吃薄荷的。薄荷的喉糖吃的话，怕什么？怕食道逆流会恶化。为什么？薄荷哈，它会让我们的胃跟食道的这个交接这个括约肌啊，放松。所以像我今天下午才刚吃一个绿豆汤，上面是有加薄荷的。对。哇，吃完之后，所以你放松了。就开始打嗝了。很舒服，很凉快，然后就出来了。为什么绿豆汤要加薄荷？对啊，绿豆汤加薄荷好特别哦。新吃法，真的、还有我们的，所以中医的老师的新吃法，广东的绿豆薄荷，真的、所以陈医师有这样吃过吗？没有我说我才会问他，好好奇哦，真的好好奇哦。可是以中医来说，薄荷吃了会对身体造成胃造成影响吗？我们薄荷大概两个作用嘛，一个是心凉解表嘛，像说你有些风热的时候，风热感冒，你吃薄荷可以让你有些头痛啊。流鼻水、黄痰可以解决。那第二个，它有点行气的作用。对，它可能以西医的角度来研究，发现说它可能会把喷门打开吧。对，它中医来讲，可能就它气会比较顺。了解。所以是有相关的啦。这蛮合理的嘞。我们喷那个在胃啊，跟肠子的接口那些幽门啊，喷门，我们喷这些薄荷，它真的会放松。会放松。真的。也许就通了。对，行气就通了。关医师好强啊！专家，专家，太厉害了。所以如果有胃食道逆流的人，薄荷还是不要吃比较好啦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留言。小夫说，最近早上起来胸口都流很多汗，也是胃食道逆流吗？他曾经有胃食道逆流过，流汗不是啦，而且是在胸口对，那可能胸口是太热了，对，太热，冷气可能要开强一点就好了。是这样吗，吴医师？对，我也蛮赞成，赞成陈医师，可能是太热了，不过。他如果真的有胃食道逆流的话，他通常半夜都会醒过来啦，他会不舒服，他醒过来，对，不会说流汗，然后有时候会半夜起来说心悸不舒服，那时候可能真的会冒冷汗。了解，所以小夫你是没有不舒服，只有冒汗嘛，那就是太热啦。那如果是不舒服的话，就有可能还是要做一下检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Lina 是不是？他说很常反胃，算是胃食道逆流吗？反胃是不是一恰？一恰生就是胃食道逆流。反胃要看因为有些是那种，像类似胃痉挛，或者说胃的对收缩，然后引起你那种反胃的反应，对，但没有东西跑出来。而且有些人，比如说看到自己不喜欢的食物，或闻到自己不喜欢的食物，也会反胃。对，应该说可以分成为有东西的叫胃食道逆流嘛，对，没有东西可能叫干呕，还有时候是气体跑出来，对，会一直排气那一种的，那叫中医叫嗳气嘛。对，但这些种，那另外一种就横膈膜痉挛那种打嗝。对对，但这几种，他说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出来。对呀、如果说有，有一点感觉有东西跑出来，那胃食道逆流是一定会有，比如说你吃下去的食物会跑出来吗？或是酸水啊，酸水，所以通常病人都会觉得这边苦苦的，嘴巴苦苦的，对，然后就他们大部分台湾的人都会觉得有东西冲上，不一定会痛，但是就是有东西冲上。那其实这种反胃啊、恶心啊，其实就是代表它是消化不良，可能有紧张啊，或者胃病，或者他饮食习惯不好，造成胃他的那个撑的胀，或是蠕动不好，然后这个比如说他要做运动，譬如说做重训，一个压力或者说束缚，一压下去，那个
那个就冲出来了。哦，了解，所以还是要看一下原因啦，还是胃啦。不过倒是有遇过一些比较没那么典型的，因为像我们他描述一些症状，可能会喉咙痒啊、有痰啊，或者有异物感。对，那我们看他脉象也是胃比较不好的脉象，我就跟他说你可能胃有点逆流，他都会说没有啊，没有休息啊，没有灰休息嘛。对，所以有的人说灰休息就是胃食道逆流，但是没有那么绝对说一定会有这个。一股热热的跑上来的感觉，但你如果说已经有这种痒，然后喉咙异物感，长期都不会好，对，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是胃食道逆流。没错，我曾经胃食道逆流过啊，喉咙这上面你会觉得怎么吞口水都会觉得有异物，很像有那种米粒卡在你的喉头上面，對對對，你会觉得不舒服，那时候就要赶快去做检查。对对对，要做检查。啊，有些年轻人像小朋友，我们不会一开始就给他做胃镜啊，我们就先给他调整饮食，吃个药。他说：“其实国外哈，美国他们都吃，差不多吃八周，就吃两个月。对，然后一般吃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，他就有感觉，就进步。所以先吃药看看。所以胃食道逆流是不需要先做胃镜。这是只有台湾这样的，其实国外是先吃药。”哦、因为嘿先吃药，他的症状如果改善很多，那应该就没问题，那就对了，就不用再照了。对，没错没错，何必多挨那一桶呢？蛮辛苦的，不舒服啊。我也做过，很痛苦，真的很痛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留言。张杰说：“我常常吃完饭之后胃痛，或者是胃灼热，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吗？”如果局限在胃，倒不一定吧。倒不一定，因为胃食道逆流，顾名思义，就胃有东西逆流到食道以上，才叫胃食道逆流。那他如果说只有胃痛，那可能就胃局部的关系，会不会胃炎啊、胃溃疡啊这些问题？而且它是胃灼热，哎，它不是这边灼，它是胃在灼。那这有什么？这是有可能是胃痛还是？那我看就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问他年纪啦。如果他是年轻的，通常都是吃饭的习惯不好，太快，吃辣的，吃酸的。张杰，赶快告诉我们你年纪，还可以拿出来啊！如果对，那如果是因为吃的东西太快太辣，或是都没有咬东西啊，那个胃本身就负担大，它就会痛，会不舒服。然后胃酸有时候就是会多了，有些人紧张。啊，第二个，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，譬如说四五十岁以上的，通常就可能是慢性胃炎，幽门杆菌感染。台湾十个有五个有幽门杆菌啊，这些幽门杆菌感染的胃炎，它就容易造成所谓的慢性的消化不良。这个把细菌治疗好之后，它这个胃就更好，就会好了。了解。所以张杰还是要看医生啦，好不好？才会找出病因。好，来，接下来下一题，请两位医师举牌。多喝水会让胃食道逆流更严重吗？请举牌。胃食道逆流，为什么两个都举中间？陈医师不是说要叫人家多喝水吗？要适量，你一次喝太多，其实胃就太胀了。太胀有时候你喷门关不紧，这就冲上来，尤其那种液体的东西最好冲的啦。对，有道理耶。对啊，如果喝一点点，我觉得还有帮助。因为有时候你胃酸已经冲上来到上面了，对，你会觉得不舒服的感觉，喝一两口水，把它稀释冲下去，我觉得是好事。因为它都已经冲到这里了，然后你又一直灌水，然后让它更满，所以就更容易逆流，对不对？100%同意，是专家，不过是专家。你们今天怎样啊？会挖掘的，不过。对，没错啊，就是说多喝水绝对对身体是健康的啦。对。但是如果你的胃已经产生症状，已经产生食道逆流，代表说你的胃这个时候不容许有太多东西在里面。对。你再加液体进去之后，它就很容易冲上去了。所以通常我都跟胃食道逆流的病人讲说，如果你有最近才常发作，你的吃饭尽量就少汤少水。少汤少水。然后减量少汤少水，就比较不会有逆流。了解。可是重点是，平常不是医生都叫人家多喝水，可是少汤少水会不会对身体其他又有影响？多喝水不是叫你说今天吃饭的时候喝一个千 CC 啊？你可以在其他时间喝，吃饭时间对，你吃饭时候不要喝太多水了。了解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下一题，请问常常打嗝也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，对不对？请举牌。常常打嗝，打嗝是胀气吗？哎呦。我一直觉得中间，那为什么陈医师你觉得是对？因为题目出得很好，有可能啦。有可能。有一种胃食道逆流，你会觉得有那种胃有刺激感啊，就有引起那种打嗝的感觉。对，那打嗝的原因还非常多啦。对。有时候你一下子吃太饱，那横膈膜痉挛嘛。痉挛。对，也有可能会打嗝。对啊，有可能一下子吃太多，那空气一直排，也会有打嗝的感觉。了解。话讲太多，是不是空气也会很多？就边吃饭边讲话。边吃饭边讲话。边咬，你又一直讲话，然后一直空气是咬进去。真的，难怪妈妈以前都会说加饭卖恭维。对，这样很容易胀气，然后很容易打嗝。所以，胃食道逆流的症状也会很容易打嗝吗？
应该是说打嗝比较容易会造成胃食道逆流、啊、应该是颠倒了、嗯，真的、哦，因为胃食道逆流是说它这我还是形容它是一个现象，一个症状的现象，就是东西往上冲。对，啊，为什么往上冲？就是代表说你的胃就是消化不良，嗯，啊，消化不良，它除了往上冲之外，它也会打嗝、嗯，就是打嗝就是要让胃跟食道那个开口啊，喷门的地方放松嘛，宣泄那个压力、嗯，对，啊，所以它会除了排气之外，啊，如果排的不是气体，它是胃酸的话。它就是叫胃食道逆流，它的排气的话就叫做打嗝。懂，了解了。好，那刚刚我们聊到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啊，现在我们要来聊聊，到底你有哪些坏习惯造成你的胃食道逆流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些坏习惯。医生应该都会吧？你的意思是说？坏习惯医生都有，因为医生其实看诊很忙嘛，對有时候中间空个半小时，赶快吃个便当，真的，然后又坐下来继续看，压力又大，对，对不对？生活不正常，是不会不正常啦，我们生活很正常，好不好？然后、欸哦、医生不上夜店的是吧？哦、年轻的时候是，现在老了啦，对，老了。